那边你可以看到这个骨头，这块骨头啊，都是肱骨，有可能有七个肱骨啊，代表了四五个个体，质量非常大。啊，这个很小的标本就是哈密整个这个伊甸园的一个这个化石群的一个缩影。对于研究古生物的人来说，身边自然少不了几块像样的石头。汪巧林也是。身为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汪巧林的生活被龙、翼龙和恐龙环绕，办公室里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书籍摆件，当然还有正在研究的化石。翼龙蛋其实它并不大的，四五公分，它原来是都是压扁的，都压扁的。那么这一个呢，它是一看就立起的，这是新疆的。汪巧林手中的化石来自新疆哈密，在此之前，全世界只发现四枚二维压扁保存的翼龙蛋，其中三枚保存胚胎，但在哈密已经研究报道的翼龙蛋就有200多枚。汪巧林说，与鸡蛋不同，翼龙蛋是软壳蛋。那么软壳蛋呢，其实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软的，它其实呢，它和鸡蛋是一样的，它外边有个硬壳，啊，里边有一个软的膜，叫壳膜，那它这个硬壳呢很薄，壳膜呢很厚，所以说总体看是软的，但是其实还是个双层结构，啊，就是我们鸡蛋呢正好相反，鸡蛋外面的钙质硬壳呢很厚，啊，里边的这个膜呢很薄，所以鸡蛋整体是硬的。多年研究表明，在哈密目前已发现的70至80平方公里的富集范围内，每平方至少一个翼龙个体，推测有上亿数量的翼龙曾在此繁衍生息。汪晓林也由此将哈密比作翼龙伊甸园。注意点，这掉下，注意点掉下来，这碎的上面表面，尤其上面有那个有干裂的那个泥质的东西，上面最容易有的。那为什么叫它的翼龙伊甸园呢？就是由于它一个是量特别大，大量的上亿数量的翼龙在这个地方生活，然后呢这个化石留下来，而且呢有这个蛋，有胚胎，有幼年的个体，亚成年的个体，成年的个体，就不同的发育阶段的所有的这个翼龙都有。谁能想到亿万年前的新疆哈密竟然成为翼龙伊甸园？它是如何形成的呢？汪晓林说，从地层推测，白垩纪时期这里有上万平方公里的大型湖泊，湖中丰富的鱼类为翼龙提供的食物来源。因为翼龙是要飞行的，需要高的热量，高的能量，如果光吃一些草啊，吃一些植物的话，它肯定是不行的，它大量是吃鱼的，而鱼呢是油脂蛋白，所以当时的环境呢正好这个地方就是个很大的一个湖泊，湖里面有很多鱼呢就提供了它这个食物和营养的来源，所以说大量的翼龙，上亿数量的翼龙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汪晓林说，从沉积学和埋藏学角度分析，哈密翼龙动物群由突发灾难事件导致了集群死亡，经过1亿多年的地质作用形成了如今的化石群。